嗨，大家早安，今天是第三天了。我们现在在穿衣服，然后在整理房间，因为其实我们东西都还没有整理好哦。你看满地的东西，然后就是我妈把东西都整理好，然后出去找吃的，然后退房，今天要退房了。然后我发现它里面有附咖啡什么的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喝，然后想说来喝喝看好了，因为我一直想要买胶囊咖啡，但是都没有买，家里面没有，然后想说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喝，所以想说可以来喝喝看，但是它这边有给两个免费可以喝的，然后我来试试看。我们要先来加水，他说这边要加水，然后呢也是加下去，然后下一个步骤是说开开关，放胶囊，按下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把水放旁边。现在，要干嘛？我按下去。按下去，按下去。这有个按钮，按下去，然后开关，然后这个打开来放胶囊。我也不知道它哪一个是哪一个看一下。这边有说是这什么颜色，我都根本看不到颜色，反正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哈。那这个好了，这个前亮白，然后放进去。杯子是不是要先放过来？哎呦，它在动了吗？好，盖起来，然后可以一杯或两杯，那我们就两杯好了。小杯大杯是不是？好了，好了好了。然后，这是不是可以把它打开来？打开。我怕滴下来，打开来。然后嘞，它去哪里了？收纳盒吗？好像什么收纳盒，好像乡巴佬。好，你再泡一个，再泡另外一个，盖起来。哎咻，好，换一杯。哦，他这个咖啡感觉不错，有咖啡油。换一杯给老公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很苦，可是好喝的吗？我不会喝咖啡。啊、哦，好苦哦！这真的好苦哦，是真的好苦。我喝黑咖啡的人，我都觉得苦了。换一个。哦，这杯比较顺。哦，刚刚那个什么啊什么，啊好苦哦，刚刚那个好苦。好，我来收东西了。我东西真的很多，都还没有收，那满地都是。然后那边也是。这房间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只是现在我们弄得有点乱而已。好，我们赶快收东西，大家去吃牛肉汤。好可爱哦，他会按电梯吧？啊，他会按电梯吗？他有按吗？哎，他按了耶，好可爱哦。有啊，上去了。感应的吧。baby 那个机器人有酷吗？要叫爸爸送一台给你吗？他上去了。走，爸爸走掉了。 go， 我们要离开了，我们准备要离开了。然后我现在在装行李，然后他们说他们昨天，因为昨天我去参加婚礼嘛，然后他们昨天去夜市，然后老公说有那个八热狗，然后里面是 cheese 辣丝的，他说外面是沾糖。然后你还吃什么东西好吃？地瓜球。我老公其实很喜欢台南，因为他觉得小吃很好吃，他是喜欢吃小吃的人。宝贝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刚刚吃完，又要来喝这一家的菊花茶，一瓶的。直接买一瓶大瓶，坚持要抱着菊花茶。那个好漂亮，这个走好哦。那你们就签菊花茶好了。那就来个花茶。冬瓜茶妈咪买了，在妈咪手上。
在这边啊，小杯的。那我拿一支啊，我看你瓶子。刚刚我们吃的是这个阿鲁香肠熟肉，其实蛮好吃的啦，误打误撞的，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吃，打算是要吃你六姐，就误打误撞啊。我们快要到了，我们要去吃文章。文章，我刚看了照片，我觉得那店面我没有印象。哎，这边关了，休息中，请去分店。好、哦，他是开间新的文章，路边的、啊。他没有，他现在开了个大店面哎。前面那个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啊。那个我们没有吃过了。没吃过，因为之前排队很久。我们每次吃是吃前面庙口的那个。哦。那个伊雷特布丁很有名哎。每次来都。和益丰冬瓜茶，我每次来都有讲，可是好像每次我们都没有吃。对。我们现在要去吃牛乳汤。我刚刚买那个菊花茶，然后刚我喝一口冬瓜茶，我觉得冬瓜茶很好喝。文章在这，是很多人，好像很多人，很多人。我们买回来吃好了。我买好了，我买牛樟的文章牛肉汤。然后刚刚我本来想要买它的特选肉，或者是什么五花，可是好像卖完了，只剩下一般的招牌，然后是150一碗。嗯，然后我是买大碗的，小碗是100块，然后他自己会付白饭，他现在没有付白饭，现在白饭是要钱的，然后你帮我拿一下。好，我先来吃它，我们先停在路边吃一下。哇，这个烟，一口白饭，一口汤，这是颜料的地方，放牛肉。它的汤是比较清的那种汤，我喜欢吃清一点的汤。其实第一天吃的那牛肉汤，我老公说很好，他觉得很好吃啦。可是因为他的汤是比较浓的，还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晚去，他已经是煮了蛮多锅，比较浓的汤。我喜欢吃那种清清的汤，我觉得这些汤好喝。然后网络上说他的一般的那个肉的很柴，我觉得很嫩哎、欸。老公吃的很好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嫩哎、欸，可是网络上超多人写说肉很老，我觉得好吃。宝宝，你觉得儿子会喜欢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喜欢吗？要吗？我想喝汤。我们的阿婆好像没有开，阿婆在哪？她在前面，有啦，前面这个白糖柜啊，在这里，就是这家。阿婆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他摊位没出来啊，白糖柜没有开，那个阿婆没有出来，甜蜜蜜白糖柜没有开，哎、欸，好像不是那一家啦，好像再往后，不是阿才旁边，是阿才旁边再往前，没开，好吧，我们特别到了这个，其实也不是特别啦，我们本来没有打算要再过来买白糖柜了，是我们想说要带小朋友去那个，哇，绿灯了，想要带小朋友去那个。军舰，它是不是有个军舰是可以上去，然后可以喝咖啡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带小朋友上去走一走这样子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军舰，能可以上去，哇！然后这边大概长这样子，纯粹带小朋友来走一走而已。假装这台车是你的，好了吗？一二，哈这个江江，哇，还有个纪念章，我也要盖纪念章，还有可以盖，算了，不要盖，我盖纪念章干嘛？这船放上那么多泰迪熊，着实有些不搭嘎。那个五是什么？五岁啊。哦，你5岁哦，这样子。那你如果18岁的时候怎么办？就18。哈哈哈哈哈！可是我现在头发很乱哎、欸。什么无所谓？那这样就等一下吧，李冰云，等一下啊！三。
好了。大妈。什么大妈？今天去的。我看。就长这样。哦哟，不是你在乱拍。我哪有？有啦。该有的都有、啊。不是这样子讲，我要长得漂亮。又在吵架了啦。我们没有吵架，是爸爸把爸爸拍得很丑哎、欸。爸爸，你可以帮我拍漂亮一点的吗？啊，你现在就长这样，怎么还漂亮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技术好，也是把我拍得漂亮。没有办法，头就长这样。不是长这样。不是，你要 timing 啊，你要在那个最美好的瞬间，啪，这样捕捉下来。老公，啊，你要在那最美好的瞬间捕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那要弄个勾啊，弄个我的弄个勾会比较美好吗？我不走那个路线。哎、欸，最近不跑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走那个知性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？你真的好。学霸知性美。我是胆小鬼。你是胆小鬼啊？不要吓他。去吧，怕啦？怕什么啦？爸爸他害怕啦。爸爸，你儿子是小叔啦。进去啦！你不用怕，爸爸在前面，你怕什么？进去。爸爸怕什么？不要怕我。爸爸，你儿子啦！我牵牵你，赶快进去，先踏进去，踏进去，踏踏踏，转弯转弯转，慢慢走慢慢走。然后，哎，这边都可以看吗？哎，那你跟我来，亲亲我。可是我不想要走失，快点进去。不是，不是。不是你，爸爸在这里，爸爸在这里啦，爸爸在这里啦，他躲起来了啦，你，爸爸你要吓他了，他是胆小鬼了，你还一直吓他，没吓他，你带他去参观里面的啦，爸爸，爸爸你打这个给我，爸爸你打这个，爸爸你把他打完，我就不再叫你求婚了，哇，立刻打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那个哎，霍尔的城堡，那个传话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宝宝，这是那个传话的那个吗？是哎，就传声筒啦，白痴，这边就有写字啦。有吗？有声音吗 ？Hello， 上面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人回答我。我们要离开这边了，这边。比预期中的好玩，本来我想说这是一个小费景点，可是它其实军舰上面蛮多东西可以看的，然后小朋友也蛮好奇的，然后下来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哎，一路感觉 Ryan 都玩得蛮开心的，反正就是这边我觉得可以带小朋友来看看，啊，我好想睡觉，好像就是一个睡眼惺忪的状态，然后就是他这边要来的话记得自己带水，因为他这个园区里面卖的水很贵，就是是观光的那种价格嘛，会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自己带水，因为这边其实蛮晒的。好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啦，有小朋友可以带来看一看，然后他拍照其实也蛮好拍的。我们现在要去买克林肉包，太多人跟我讲要吃这家了，所以我想说要去买一下克林肉包，然后他们说要吃蛋黄肉包口味。好，反正我们现在还在台南就是了啦，反正买一买，然后我们又找了几个吃的点，想说去吃一吃，吃完之后再回去。我买好肉包了，我买了三个它的经典的肉包，刚本来想要买一个 cheese， 可是它 cheese 的还没有蒸好，要等，所以想说算了，我们就直接买它现蒸好的肉包就好。它肉包里面是有蛋黄的。好，反正现在就买了三个，等下在车上吃，然后下一站我们要去吃一个什么？什么饼？什么锅盖饼、盖饼、钢盔饼？我忘了，就是一个饼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去。对，我们在吃。我刚刚吃的太开心，忘了录。它很好吃哎，然后它有蛋黄在里面。然后，老公决定我们要再回去买一些，可以放在家里面，然后饿的时候可以蒸来吃这样子。你喜欢吗？20名。20名哦，这个20名哦。点好了，我一共点了三个，然后一个是怪味，一个是红糖，另外一个是芝麻花生，然后他说要等5分钟是现做的，所以在这边先等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去拿，然后到车上吃。
那这站应该就是我们台南的最后一站了，接着我们就会回新竹了。如果沿路有肚子饿的话，可能会在嘉义啊或台中之类的会停一站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原则上就是直接回新竹。然后明天就准备要收心工作了，因为台南真的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地方这样。然后呢，这次有分享的就是我吃的东西我都会放在 IG 的精选动态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。然后也谢谢就是提供各路美食给我的网友们，就是非常谢谢你们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影片，如果喜欢不要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不要忘了订阅我频道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我老公在吃咸的，那我就先吃一口甜的，甜的，这个甜的，甜的是那个红糖的，它有红糖豆沙跟红糖，吃起来该不会就很像那个吧？韩国那个糖果，哦，好烫哦，好烫，没有的东西，可是口感很好。它太烫了，吃了两口都是皮而已。我决定要把你们放在这边，好，我这样子吃好了。哦，根本吃不到。这个我的第一个是红糖口味的，刚咬了两口没有吃到。红糖已经融化，有红糖汁在里面那种，蛮好吃的，很香哎，好喝。它是现做的，就是你要等五分钟左右。甜的这个等一下，我要吃咸的。它倒是面皮香还是咬到来有一个甜甜的味道？它里面的味道好香哦，它里面好像火锅。火锅料的味道，火锅底汤底味道，哦，很好吃，甜的很好吃哎，我觉得咸的比甜的更好吃。哇，好香哦，这个好好吃哦，你要吗？好，有一点。还是再买一个咸的，对吧？吃不完，我吃得完，还是吃完，那就没有了。不行，再买一个好了。他选的有辣跟不辣，我有跟他讲我要加辣，所以他帮我刷辣酱。我觉得有辣很好吃，这个好好吃哦。这个是我这次来我觉得除了牛肉汤最好吃的，不是除了白糖最好喝，它比牛肉汤更好吃。还是你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一路都是吃甜的东西，所以吃到一个重咸就觉得很好吃，好好吃啊！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这边很好住是不是？不想回家了，家里没有好住，这边比较好住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？不想回家，都不想。哎呀，我们要回家，我跟你讲，下次我们再来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喜欢。